猫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好？王杰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咪建议15到30天洗一次澡是最好的，因为猫咪的特性，猫咪还是比较惧怕洗澡的。我们在给猫咪洗澡的时候，建议使用猫咪专用的沐浴液，不能使用人用的沐浴液，因为沐浴液的酸碱度不一样，也会刺激猫咪的皮肤，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猫咪出现皮肤病。另外，建议猫咪最好在家里选择洗澡，相对于宠物店公共的地方，家里面相对来说还是干净一点，也会减少猫咪的应激。同时洗澡的时候尽量减少沐浴的时间，洗完澡应该及时用吸水毛巾擦掉多余的水分，并且用吹风机吹干皮毛，以免寒冷造成的着凉。平时尽量减少猫咪钻床底和角落的坏习惯，以免造成皮肤病。